火鸡面9.9给大家发5包啊。我煮的好黏糊，陈薯酸辣粉，这个汤很好喝。太和板面，它这个辣度就跟它的颜色一样，挺辣的，里面这个那个干辣椒段都是自带的。就夏天来一碗这个面条太过瘾了，啊，有点烫。
吃面，不管吃什么面，吃什么粉，我最喜欢喝的还是这个汤。啊，好过瘾啊！还有点烫。明天见。